大家晚上好。谢谢，谢谢你们在喜剧之夜收看我们烈火杂技团演出的精彩节目。我是烈火杂技团的孙团长。今天晚上，我们烈火杂技团，佳佳你先来一个。干嘛呢，张海燕？你干嘛呢？我敲你敲什么锣？怎么了？我这在介绍我们烈火杂技团的节目，你敲什么锣？我是灭火马戏团，我还要介绍节目呢。今天跟你没关系，明白不？今天是我们烈火杂技团在新春之夜演出。这今天也是我们灭火马戏团在新春之夜演出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这个黄胖子，我告诉你，停你叫谁黄胖？我别扯了，侯孙呐，你摊上事儿了，你摊上大事儿了，你这个孩子怎么又来了？去年就是你闹的，来，保安把他提了下去。你说谁呢？这是我们晚会的总赞助商，我们的董事长。嗯，董事长好。董事长，热烈欢迎您能够莅临本次演出。董事长，今天晚上我们烈火杂技团将献上一场精彩的节目。董事长，今天晚上我们灭火马戏团能献上一场精彩的节目。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？你打什么乱？你们把你们的绝活都亮一亮，谁演得好谁就上。太好了。行了，董事长，这样，首先由我们烈火杂技团献上一个我们拿手的传统节目《孔雀开屏》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董事长，我们的孔雀开屏好不好？不就是车吗？有什么好的呀？我们有车，来，你看看，看见没有？什么意思？你要骑这个车吗？张海燕，你要能骑这个车的话，算你赢。反正我们这车能骑，来，给他表演一个。董事长，您请。这车能骑？你看着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快给钱！快给钱！看见没有？给钱！赶紧拿钱！给什么钱呢？表演了，拿钱！演得这么好还给钱？演得不好给钱？演好了不给钱？嘿，哪有这样不讲理的啊！我觉得还是马戏团的节目更胜一筹。看见没有？董事长，接下来是我们团压箱底儿的节目，高级不是？龙腾虎跃。圈跳得多漂亮！行行行行，这圈算什么呀？就跟谁没圈似的。我们也有圈，来，上圈！你真是，看见没有？干什么呀？你要钻呐？张海燕，你要是能钻过去，我算你赢。你甭管，反正我们这个圈能钻。董事长，您请，您往那边请。停！
对待董事长能这个态度吗？那董事长，请。嘿，你这，哎，你这。怎么样啊，董事长？这不错，我们这个圈儿钻的不错吧？我觉得严重的不合理。怎么了？拿一个小狗和我们比吗？啊？那我觉得你这不行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就你这不行。你这才不行呢！董事长，我跟你说，你干啥呀？你要注意说话态度，你明白不？我态度怎么了？你这态度很恶劣，明白吗？怎么就恶劣了我？动手是不是？张海燕？怎么了？啊？干嘛呢你啊？你禁不住我推。这样吧。你们两个团可以共同表演一个节目，谁演得好，谁就是杂技马戏两个团的团长。可以。对，这个主意好。行，马上开始我们精彩的表演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董事长啊，我们这个杂技团的节目精彩吧？你看我们这个动物表演也都很好吧？董事长，这个团长必须是由我来当。我觉得这个团长必须由我来当。我宣布，张海燕成为新团长。妈，怎么样？太棒了，儿子。嗯，等会儿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他怎么叫你妈呢？对呀，这是我儿子呀。他不董事长吗？对呀，他姓董啊，他从小就想当市长啊。儿子，走，妈给你买好吃的去。走，团长给你们买好吃的去。走嘞。哎，讲理吗？儿子姓董，叫市长，就董事长。对。我儿子姓孙，玩空竹的有悟性，叫孙悟空，行吗？行。新春喜剧之夜是吧？喜剧之夜就耍我是吧？耍我是吧？